你也想成为首席总监吧？那就要与市场伙伴们齐心协力，真诚合作。各位好，我是首席总监朴真秀。在多美事业中，我们都会面临两道最大的难关，一是刚开始从事经营的两三年时间，不仅收入相对较少，还有每天出去努力拓展旗下消费者；二是市场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、人际关系问题。爱多美讲究团队协作，齐心协力嘛，良好人际关系乃是团队战斗力的保障。团队战斗力越强，经营业绩就会越好。那么团队成员之间为何会产生矛盾呢？我觉得这是由于野心所造成的。领导人对团队伙伴的期待，一般就是希望团队伙伴能对自己做得好一些，而团队伙伴对领导人的期待，一般也是希望领导人能对自己做得好一些。总之，彼此间都希望对方对自己好一点，由此导致心中爱生各种不满，最后爆发出各种矛盾。有一天，我从他处听到过这么一番话：人的身体都是一个整体，当成为一个整体时，人就会成功地完成各种工作。人身上有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手臂、腿脚等部位，各部位所分工负责的功能彼此不同，若不存在功能上的分工，人将无法完成任何工作。我觉得这番道理同样也适用于爱多美事业。对于团队整体而言，每一位成员都有其角色所在。比如说，有的成员就是眼睛，有的成员就是鼻子，有的成员就是嘴巴，有的成员就是手臂或腿脚。只有所有成员构成一个团队整体，我们才能有所成就。所有成员都是团队整体所需要的人才，若其中一位成员出了某种问题，即可能影响到整个团队士气。所以说团队战斗力很重要。我认为若想形成团队战斗力，最重要的乃是所有成员都彼此尊重认可。有的成员擅长讲课，有的成员擅长销售，有的成员热爱公益。团队中存在各色成员，每位成员都有自己所擅长的方面，对此若都予以认可，彼此间就会相互尊重、相互称赞，彼此关系自然越来越好。谁不喜欢尊重自己、称赞自己的人呢？尊重、称赞他人的人，身边总不乏朋友。人的心灵乃是一扇窗户，其实人人心中都有一座天平。这人好像对我有看法哎，他好像蛮欣赏我的，他好像讨厌我哎，这些都可感觉到的。有一天，我终于意识到，打心底里去尊重伙伴、喜欢伙伴的这种心态是多么重要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去认可每一位伙伴，衷心地说出，正因您的存在，我才走到今天。对方一听我这么讲，立马回应，今后我会更加努力的。当我认可、称赞团队伙伴时，对方表示将更加努力。如果说团队上下一心，真正做到成为一体，那么将形成极为强大的战斗力。团队内部若建立起一种相互认可、尊重的文化，该多么美好啊！那样不仅会形成团队战斗力，这种团队战斗力还将带来极为丰硕的协同效果。各位若真想成为首席总监、最高职级的话，就应做到团队上下一心，形成团队战斗力。还有另一道秘籍，那就是不论您拥有什么、拥有多少，都抱以愿与对方分享的心态。一般来讲，我若赠送对方一件礼物，即使礼物再微小，对方也会产生好感，并愿对我敞开心扉，迅速增进关系。我通过这种方式收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呢。创业初期，有位团队伙伴以前是家庭主妇，他向我表示自己毫无人脉，不认识任何人，也不知该去找谁。于是我就教他一个增进人脉的好方法：你不是很会做泡菜吗？你不是很会做提鱼吗？今后每当做这些的时候，你就去送给街坊邻居啊，比方说送到社区洗衣店，老板，我今天腌的泡菜很好吃，特意给您送一颗来。试想，你若真送去泡菜的话，今后那位洗衣店老板肯定会对你另眼相待的。日后你就可以轻松开口讲，
这款产品好棒，您不妨试用一下吧。对方接受的几率会非常大。领导人、伙伴在处理彼此关系的时候，不能看重自己的利益，而应看重对方的利益。伙伴如果这样想，好希望能帮助到指导老师，让他早日成功。保持这种心态，时常想着如何去帮助指导老师，指导老师也应做如是想，这位伙伴如此努力打拼，好希望能帮助他早日走向成功，成就梦想。双方若都抱有这种心态，我觉得就不会存在什么团队内部矛盾了。那些上下一心、富有战斗力的团队，伙伴不会轻易放弃，而是一路携手奋进到底。爱多美事业讲究的就是齐心协力，我认为彼此若不齐心协力，则无法长久走下去。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在团队中发挥一个良好的角色，与指导老师们、伙伴们打造出一个具备凝聚力的团队。若能做到这点，将不再只有少数人会取得成功，所有团队成员都将踏上成功之路。